大家好，我是老楼啊。有很多网友在问那个一些问题，就是说这个盆景类的苔藓到底是用哪种苔藓铺哪种苔藓比较好。首先咱们要说啊，不管你做的是哪一种盆景，是山水的还是树桩的盆景，是不是要铺苔藓啊，这是要整体设计和考虑的一个问题啊。那么如果要铺苔藓呢，实际上不管是白发藓还是像那个羊绒藓或者是大灰藓都是可以的。因为像白发藓的颜色发点灰啊，跟你的盆景的树桩和你的盆里边的景物要搭到一块儿，相对来说盆里边的景物如果说是它是比较深色的一些东西，那么你搭这种灰灰的浅一点的没有问题。那么搭绿的也可以，当然也有把那个几种藓搭在一块儿的，没有绝对的说是一定用哪种藓就好，哪种藓就不好啊。那么大多数情况下，咱们为了易于养活，因为苔藓在那个生长过程中啊，它就需要有一个潮湿的一个空气环境啊，并不是说你每天给它浇上水，它就能够长得很好啊。像这种藓，大致也就是属于那种灰藓吧，小灰藓啊。然后呢，都能够在盆里边种得很好啊。主要是看你的盆的景是什么样子，所以你用哪种藓啊，没有一个一定的定论啊，非得哪个树桩哪个山石用哪种苔藓啊，不是这么回事啊。所以什么藓都可以用，主要跟你的场景跟你的景要配合起来，甚至有各种藓呢，因为它那个藓的颜色的不同，造成地形上的丰富变化啊，这也是可以搭在一起的啊，没有问题。所以不管金星藓、羊绒藓、白发藓和那个灰藓，大灰藓都是可以用的啊。相对来说这些藓都相对来说在盆里边比较好养活，但你从好多地方采的那种水苔这样的东西呢，就比较难以成活，它很容易发黄，因为它没有很好的那个大的一个潮湿的空气环境，所以它就不容易成活啊。其他的就按照自己的设计的需求啊去用藓就可以了，哎。我是老楼，如果你也对中国传统文化盆景艺术感兴趣的话，那么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并且咱们一起探讨交流，共同成长。